家好，我是新北市街头艺人陈敏珍，擅长演出的就是唱歌，然后我喜欢唱一些比较过去的一些抒情老歌，或者是说一些西洋歌曲，还有一些民歌。那么我的歌呢，会让他们想起一些事情，会回到过去，我觉得能够给大家带来有一些回忆，有一些开心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。希望未来有任何商演的邀请活动可以来邀请我，我很愿意为大家演唱。就让我们用音乐一起走更远。